你好啊，有看到这么动感的画面吗？没事，那我们今天要来玩解谜地图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这次要玩的地图呢，叫做绝对不要在暑假的时候去补习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其实我也没有补习的习惯了，我之前有补过，以前国中有补习过数学，那补习给我的结果是，学得很快，成绩也有进步，但是后来就没有补了。对，那个时候后来就，就家里没有那么多那个就是费用让你补，所以之后都靠自己。对，那 OK， 不要再题外话了，我们继续来玩。我们接下来玩解谜地图，来看一下这张地图到底为什么不要在暑假补习吧。这是小薇跟小婷，应该是两位作者吧。嗨，那这边有一个《廷威日记》，哎，好多书哦。这边书是其中一本是成就啊。好，那应该有一本是哦，成就剧情规则介绍作者前言。这是我的第二次地图，上次做的地图小薇被绑架了，希望大家们大大们喜欢我最的地图，还有纯属解谜没有跑酷哦，我做的地图纯属解谜没有跑酷。那介绍角色，名字叫小薇，是女生啊，今天要扮演一个女性了啊，年龄是十岁，个性不喜欢补习，而且喜欢狗狗，从事米卡，她是家里的老幺，最喜欢。和摸咪妈摸咪咪卡卡卡，还有小婷一起玩。小婷是女生，九岁，不喜欢上课，喜欢小狗，所以你们两个都喜欢小狗。从事妈咪妈咪妈妈妈咪妈妈随便啦，跟小薇家人不是，跟小薇不是家人，是最好的朋友。配角是小雪，性别是女，13岁，很疼小薇跟小婷，最爱猫咪。她是小薇的姐姐，也是学校的校花。配角小佳，女14，很喜欢猫咪，更喜欢小雪。某某从事某某，这是小雪的最好的闺蜜。补充小雪的宠物咪玛，咪娜。其他角色是爸妈爸，哥爸妈补老 ，OK， 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就准备来看一下小薇的牙刷。好哦，你们有没有藏东西？这是他们两个最喜欢的狗狗，然后这个是各种书本，然后还有两位不喜欢睡床、喜欢躲橱柜的先生小姐们啊。对，我来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被骗了的成就吧，应该是成就吧，应该是藏蛮多成就的、哦。那哎，这边也有一个这太会了吧！小婷的娃娃，那所以糖糖，等一下，这是怎样？各种成就全部挤在一起啊？这怎么跟我当初想要的方式一样？就是哎，这还有第三层呢，我看到了，这是香中香中香啊！所以我就是我之前不是好像在某一张地图的时候有提到过，就是说，我想要希望有作者可以把所有成就放在一个地方，让我自己慢慢全部找出来就好了。你们是不是听到我的声音啊？我之前有想要这样过，所以我现在是全部找到成就的事吗？这样子的话很小心，因为它这个角度下去，那右边还有一个箱子，那它的另外一边是不是也有可能没有啦。好，应该是没有这么夸张。OK， 那后面呢？后面没有。好 ，OK， 这样应该就确定找完了。那我们就继续往这边走走看。有一个箱子名叫《花园日记》，花园日记》2017年8月1号，我种了一朵花紫球，哇，花紫红球花真是漂亮，哇，蓝色蝴蝶兰也发芽了，八朵不一样的花都开了，真是美丽。作者很棒，懂得欣赏，获得作者的称赞。哦，有个箱子，房间的钥匙，这个钥匙是不是跟什么地图很像啊？就。刚好那个字很像，那我们就出去咯、哦、好大的家哦！剧情一看一下，小薇，好的，好的，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继续找吧。好哦，找什么？你们在找什么？找如何那个吗？找如何通关吗？厕所有分男女厕当然一定。为什么把女厕锁起来了？为什么 ？Why？ 为什么？这是最大耻辱！怎么可以这样？女厕一定要开啊！干什么？小薇好挤哦，女厕怎么是锁住的？不知道，去男厕看看吧。不要嘞！我在那边，我为什么要？我为什么好像装的好像非得去女厕不可啊？好了，进去了。Hello， 原来男女厕是通用的，有一坨屎。谢谢。
欸，我出来了，所以哦哦，淋浴间的钥匙 ，OK， 那这边应该都没有东西了吧？所以这边就空喽。那我们就，哎，还不能出去，那我们去淋浴间吧。淋浴间在哪里啊？厨房。哦，在这里，淋浴间。来，这边有个剧情三，来看一下他们在找什么啊？哇，好大的淋浴间哦。对啊，我不记得有这么大啊。你们有意见吗？我想怎么干是我的自由 ，OK？ 抱歉，作者，他们在跟天上说话。哦 ，Sky， 好吧。这边有个箱子，我看一下，玩具跟厨房钥匙，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弄那个屎那个字啊？你们是很喜欢弄那个字，食物嘛最重要了。Hello， 厨房 ，OK， 走，好多箱子，这是剧情四，我来看一下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？哪那么多的熔炉啊？小，你们再有意见，小心我不让你们来当主角了。对不起，蛮可爱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厨房也蛮大的。那哎，好可爱的小鸡哦，看到吗？这个小鸡比我的那个空岛盖的还可爱。我应该好好学学人家了。我盖那个什么鸡，那个鸡，结果到最后不想盖，直接盖成标靶，真的是太丢脸了。大门，哥哥，爸妈。哦，小雪和小佳他们两个的。哦，小雪小佳啊，我想说觉得小雪小佳怎么念起来怪怪的，没事的没事的。OK， 熔炉没有看，我们先看剧情好了，一定在这里。剧情五，他们是好姐妹淘嘛。姐姐帮我去找大门钥匙。小雪表示在爸妈房间，我跟小佳连 Minecraft， 玩 Minecraft， 你们先去小，你先跟小婷去找好呗。哭哭，作者点点点再来啊。嗯 ，OK， 那我们来找一下，应该在房间这边。吧，十之八九应该在这里，要不然这个哦，这是上来用的、哦，哎，有玻璃耶，小佳的眼镜拿到了，嗯，看着这个地图的那个成就也不少哎，真的我已经拿将近快一半了，应该吧。电脑没有东西，盔甲座看起来很干净，这边还有一间哦，他们的厕所跟淋浴间有哥哥的房间钥匙，我还以为是爸妈的，我以为是啊，这边没有藏哎。漏斗，嗯，好，我会仔细去看每个地方，怕漏掉。这边应该是没有了。那姐姐的房间看起来也还蛮干净的啊，嗯。咚咚咚咚咚的声音，那我们就去欧尼酱的家房间喽。欧尼酱，这边有个箱子，我刚刚没看到，被骗了。哎，怎么两个被骗了？嗯，所以真的是被骗了吗？还是成就？不管了，反正我拿到两个，走。欧尼酱 ，Hello， 你在干嘛？为什么那么多卫生纸啊？哥，你在干嘛？怎么都不把卫生纸丢好？给女友睡的床。哦 ，Sky， 看一下，怎么有两张床啊？哦，哥哥不优、哦，嘿嘿。如果他不给我玩电脑的话，就用这个威胁他好了。作者是你们不优吧？乱看人家日记干嘛？不会死呵呵。嘿，我跟你讲，嗯，有妹妹不好了吗？嗯。日记，我今天偷偷带了一个人回家，还好我的储藏柜还有一张床，要不然我如果跟他睡，我会掉下去，吵醒爸妈。可是他很小心啊，哎呦，不要脸！因为我昨晚打瞌睡，害他讨厌我，还说我很吵，他睡不着，真是可惜。这个真是可惜，是怎么回事？嗯，我买了一套钻石装备，真爽。哦，哦，这是哥哥哦，你在里面干嘛？空的，冷冷清清。到底在里面做什么呢？这个是哥哥藏的 Coco， 他的钱。Yes， 那没了吗？这个钥匙，这个可以按吗？有，但是没有反应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胡萝卜，丝绸之处的胡萝卜。那你真的只有藏这样吗？那我没有拿到钥匙、欸，给女友睡的床到底要不要拿？先拿着好了。好，那大门怎么办？大门钥匙，哎、欸，应该在。不可能这么啊！爸妈的房间钥匙就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好吧？我们去爸妈的房间钥匙看看。喂，爸妈的阳间，爸妈的房间哪里啊？这里吗？哦，看起来就是特别大间，真的是哦。妈妈的私房钱太有钱了吧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太有钱了吧？这个肯定有问题。我来看一下剧情七。嗯，终于找到爸妈的房间钥匙了，不知道大门钥匙在哪，一定就在这里，只是稍微找一下吧。No No No， 有爸妈的 iPhone， 爸爸的 iPhone 7 ，OK。我之前玩的地图是爸爸的 iPhone 6，现在变成 iPhone 7了。嗯，这里
空空如也。这边爸爸跟妈妈安安的，这是衣服吧？还是衣柜哦？这是有点看不太懂。哎，这边有一个，哦，大门的房间钥匙啊！这太简单了，这个对我来讲，这个解谜高手怎么可能会错过呢？哼哼哼 ，This is too easy。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钥匙放在这个看起来就是要放的地方。我踩，哎，哎，被骗了。剧情八，所以我要下去吗？嗯嗯，我们出来了，应该要就要迟到了吧？对，没错，我们就好，我们赶快出发吧。哎，这外面会不会藏啊？哦，这是刚刚那个箱子吧？对，上面那个箱子是哥哥房间的，我应该没看错。那我们就出发咯。哎，狗狗蛋蛋拿一下。好，坐上去，出发。喂，我们要去补习咯。哦。箱子，好，两个被骗了。哦，是补习班，直接撞进来。提醒跟剧情九，我看一下哦，找出钥匙，记得在这里逛逛，有成就。好，那是刚刚那个吗？那个被骗了这个吗？我已经拿到五个嘞。然后剧情九在这里，我们输好多哦。你们两个来了啊！对不起，老师。嗯，今天不用上课啊。我们明明那么辛苦的说，呵呵。所以今天不用上课。但是有个箱子，哎，看一下。哎，不对，按错。我的书本好多，哎，这是我第一次解谜，玩到东西爆炸。补习班的出去钥匙，好吧。所以我是直接开车撞进补习班，对不对？这太屌了吧！这两位真的是100分考卷。那还有吗？还有藏吗？没有，感觉上这一关的成就也是很多哎，可是他表示说有成就要记得看，到底在哪里呢？我想要找到成就，但是应该是100分考卷吧。我们出去咯。嘿，后面有成就哦。好，往这边走，而且还用这个符号走过来了，太多了吧？这成就是怎样啊？评分区我觉得还不错，用车子撞进那个补习班真的是还蛮厉害的。作者感言跟结局，我们来读完这两本吧。结局是两人非常失望的回家，想要骂妈妈。OK， 作者感言，如果有 bug， 请到八号留言，还有拍张照上传的八号回复吧，还有评分区哦。OK， 那狗狗蛋蛋应该是成就，不要乱放，等下放出来成就都没了，好吧？那这个是他想要我弄炸花的地图，我先放完成就再说再研究。小薇的牙刷，这个有一根小婷的娃娃，这里一坨屎。小雪的手机，小雪的手机，女儿棒。小佳的眼镜有，哥哥藏的 Coco 有，妈妈的私房钱有，爸爸的 iPhone 7在哪？那个砖块，这里哦，这跟那个书本的颜色很像，刚没看到。胡萝卜有，玩具，玩具在哪？哦有，这是玩具有，被米卡舔过的骨头，没有哎。糖糖有，爸爸送我的洋娃娃有，狗狗的蛋蛋有。没有作弊，拍实况有，偷别人的考卷有，被骗了有，得到作者的称赞有，我没有作弊，你看被骗了100分考卷，然后还有给女友睡的床，所以被米卡舔过的骨头没拿到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小雪的手机也没拿到，我居然少了这么多成就，那表示这张地图也是蛮厉害的呢。哎，这小鸡真的好可爱哦，这比我盖的还要好哎，我这样练学习一下，这小鸡好可爱哦。好了，既然好可惜没有找到两个成就，希望下一张玩的地图可以再次挑战到全部的 all 成就。对，真的是，OK， 好了，那如果你喜欢影片呢，记得点个喜欢，想知道最新影片，记得点下你的订阅以及旁边的铃铛哦。那么就这样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回见啦，拜拜。